一天卖几十锅驴肉丸。哇塞，驴肉丸子出锅了。哇哇哟，铺天盖地的驴肉丸子。今天到了河南焦作去吃个驴肉丸子。Go， 葛村我们来了。Go go go， 早晨六点多，路边都没啥人，现在进村了已经。到葛村了，来让我看看驴肉丸在哪儿呢？哦，这儿呢。看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驴肉丸，驴肉丸是一个饮食文化在这儿。哦，是啊。嗯，但是咱现在是在焦作沁阳，对吧？对，焦作的沁阳的葛村啊，葛村这边都是驴肉丸、驴肉烩面啊。这边驴肉跟咱就是赵县哪的就吃驴肉那个规模似的，可能因为揪丸子的快点。想说那不是这家啊？能吃吗？现在能啊！哇，这是在炸丸子哦，揪了一锅了，这几个大爷。就这形状挺随意的哈。对。哇，太漂亮了，这么一锅了，又一坨。几点都开始炸丸子呀？六点在炸呀。哦，这一锅今天都能使了啊？几十锅几十锅呀，一天呗。哎呦呵，大火大油炸呀。哦，这一锅得几上万个丸子，我觉得这么早已经有买丸子的了。嗯，这锅就结束了是吧？下一锅了就。哦，好香啊，好香。咱们等这一锅新炸出来的，热乎又脆。这是驴肉和淀粉是吧？哦，一坨。这几个锅里都是这个吗？啊，一天得几大盆啊？这好几七八盆。七八盆哦，就这种大盆一天得买七八盆。这边驴肉丸子消得这么快吗？已经炸得干巴了，快差不多了。哇塞，视觉暴击，驴肉丸子出锅了。哦，三乎乎的驴肉丸，热乎乎的驴肉丸。哇，这么脆呀、啊、哇，哎呀想吃，现在已经想吃了不行了，炸的这种干干巴巴的。哎呦，金黄金黄的。称一称，这有多少斤？这几斤呀、啊？14斤。哦，哇哟，哎呦呵，铺天盖地的驴肉丸子。哇，这声音真香，看着。我等会儿尝，让你拿一个尝尝。人家是百年老店哦，人家这个真的是不是说距百年老店还有多少年，纯纯是。哎，百年老店，这好几代人呢，这不是？嗯，姐，给我们来点这个现出刚出的这个丸子吧。没。啊，你好。啊、是的，就这些就够了。来一斤吧。再来点吧。行。我就是这里的。哦。我们这个叫非常有名的。有名哈。有名是吧？但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惯。我们能。啊。啥也能吃惯，我们啥也能吃惯。啊，一斤多少钱一斤？哦，这些价格都还不一样啊。20、25、30。为啥不一样？这是。这个是肉多呀。哦，肉多的。含肉量不一样。我们去点个汤喝。啊。走吧，那我们坐这儿吧。嗯。哎呀，点个汤呗。哦，就在汤在这儿啊。对，喝汤然后配啥主食什么的呢？有饼丝、方便面。哦。饼丝、方便面。啊，炸碎。那两碗汤再要两份饼丝。啊，这样吃是吧？也不知道啊，你这现学。啊，好嘞。丸子汤。这多少钱一碗？这是5块，这大碗10块。大啊，还有15、啊。就这一碗是5块的。啊哦。好香啊，这丸子汤。嗯。哇，好嘞。来点饼丝配汤。4点半就起来烙饼啊！哎呦，这都是自己做的呗。嗯，我们一人点了一份5块的驴肉丸子汤，里边大概是7、8个丸子的样子。哎、可以。嗯，把饼丝给它倒进去，把饼丝腌进里边，像是驴肉丸子罩饼。好，泡一下，等这个每个饼条里都浸满了这个驴肉丸子汤。好，可以了。等了2秒，哎，充分给它，让它浸满这个汤汁。嗯。
有点奶油啊。嗯，但是这个驴肉丸外边就给泡软和，里边还是有劲儿的，也是油炸过的是吧？嗯，原来油炸过的。哦，这汤也挺好喝的。嗯，舒服。那牛肉丸很好吃。好吃是吧？好吃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要不然咱这么早起，都对不起咱五点多起来吃它。嗯，清脆到有点硌牙。哎呦，香！油炸的东西哪有不香的？哎呦，老酥了，确实酥脆了，是行。你别老是这个动作抱着那个兜，像是那村头谁家那孩子。抱着兜守村口在那吃丸子，干吃跟泡汤有点两味，就跟吃零食一样是吧？嗯。河南焦作沁阳葛村的驴肉丸子。对。嗯。香香香。丸子确实挺费牙的。这丸子奶嚼跟零食一样，你就吃吧。嗯，妈呀，这汤里这个也这么有嚼劲儿啊！嗯，现在快八点了，葛村逐渐开始苏醒，他人多了，感觉得买三兜。我个人可喜欢吃驴肉了，因为驴肉就是你就吃它嘴里，吃到嘴里以后，它是越嚼越香。嗯，就是跟那个其他肉还不一样，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。面粉、驴肉、小茴香、盐。五香粉，馋透了。里边那个胡椒粉呐、啊，茴香啊，哎对，小茴香的味儿，姜是吧？研究人配方来了。口下去是焦酥感，然后越嚼越香，就是那个驴肉香味就出来了。对，很耐嚼。嗯，慢慢品。因为这驴肉丸子一般拿回家就是怎么做？做汤，当零食儿。过汤月。那这边是不是离那个山西近啊？山西不是也吃那个丸子汤吗？肉丸方便面那个。哦，旁边就进城了。哎，在进城也是丸子汤配方便面吧？嗯，嗯，饮食习惯很接近的。再来个丸，我觉得这丸子好吃。好吃，那个干炸的，咯嘣咯嘣的。哎，干炸的可好吃的。你就慢慢吃，不知不觉间半袋就下去了。嗯，就跟零食一样。这是多少钱一斤的丸子？二十的。哇哦！哇！又一锅，又一锅，一锅一锅又一锅。我觉得这得炸一上午，这丸子都得。但很好吃，大姨丸子很好吃，很久。走吧，再见了，葛村儿。拜拜。